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头条号华江北八零后小丹，丹天佑小丹。差不多已经十几天没有更新了，因为上个月我父母十多号出来之后，又加上深圳疫情，所以就也是一直陪着父母没有更新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包含一下，能多谅解一下。那最近也是带父母去玩，晒的也是比较黑的。好，现在跟着小丹脚步去收机。玩了两天，收的机会比较多，还是收笔记本、手机这些。帮朋友看我蛋黄，这些都是带猴子的，全套带猴子的。但这个也是前期会使用的这种，而且我也当手机。今天还不错，收了很多台笔记本，也没收很多台，我服你了。今天收的话都是品质非常高的一些货，这个是19款的三寸的 Pro 全套的 i7 16G， 我要的定制的，看到没有？定制的高配的这种本子很少的，重量也就100多，是很新的。下面这台也是 Pro 的21款的 M1 Pro 的，这个是512的，8+512的，收了两台全新新。就是全新为激活岩峰的，看到没有？收个蓝色的，还有个黑色的，还有这几台笔记本，就是11寸的超薄最小的这款，就是这台小草玲珑的配置是 i58G 18G 的，比较简单一点配置，没那么高，反正办公绝对是够用的，而且出差或者是比较方便携带的那一种。而这个就是840一直都是有出的 i58G 840，就是256G 的，128G 的话它就是839，记住吧。那这个26的话也可以的，因为也够用了，说实在的，因为不是说大量存储可以考虑那个优硬盘那些。而这个18款的15寸 i7 16G 512的，总之也都还可以。而这个是18款的13寸 Pro 灰色的，已经配好了。前进计划里面就只有一条线，配了两个宽松头给它，还有钢化膜，还有两个壳。好，准备测试笔记本了，因为还要测试充电器这些，这工作量有点大。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、评论转发，有什么不明白、不懂的都可以评论留言，谢谢。It's Friday night and I won't be long. Gotta do my hair, I put a makeup on. It's Friday night and I won't be long. Till I have to dance for小詹说没什么本事，只能帮你省钱。关注他下一期更精彩。